酸，十之八九反应是这样。头皮好麻哦。再尝一次，滋味起了变化，很像柳丁哎。是什么东西骗过了味蕾？答案揭晓，它叫神秘果，英文原名也叫不可思议的水果。因为它的糖蛋白很高，它会抑制酸跟抑制苦。小伙子好玄妙，吸引刘日和乐当果农，看准经济价值高，买下槟榔园改种神秘果。从教职退休的他，还为此重回课堂上。我们去评科大上课，请教教授，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来做？的确没想象容易。神秘果虽然是常绿灌木，但遇到雨季或寒风就不容易着果，生长又缓慢，五年才有这般高度。所以我们从四片叶子，小小的四片叶子开始种。我现在这种植物种植大面积的也少了，所以我们是说，既然一头栽进去了，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养它。大武山下当业余农夫，刘日和说，劳心劳力难免，却有额外的回馈让他很满足。第一个，我每天碰到的都是绿，很好，很舒服，那第二个，我自从种了这个之后，我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。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的，但毕竟现实要顾，神秘果果实娇贵，容易氧化，不利保存，只好转个弯开发酵素。哎，又卡太口哎，我又变胖了。那你要干皮啊？我会干皮哦，就是你该减肥了，干皮哦，对不对？坚信好东西不寂寞，刘日和的心情正如同神秘果的滋味，对下一刻充满期待。哎，又卡太口味。我爱干皮罗，牛油卡开口味，我爱干皮罗。